Good morning, class. 好，五年级的小朋友，我们今天呢要来复习一下 Unit 4，因为呢，等一下你要做小口试，还是要做小口试，然后录音上传给老师，来，那呢，请你到我们这个三潭国小英语学习网的五年级的天地。那你进来之后呢，好，老师今天要教你操作的就是这个网络电子书，因为有些小朋友没有带课本习作回家，那没关系，你就先不要来学校，那习作的作业你就先写在纸上，那到时候拍照上传给老师，回学校之后，等到疫情缓和，我们可以回学校之后，你再把那个答案呢腾过去，再腾过去，直接就抄过去你的习作，这样就可以了，好，那这个网络电子书也超好用的哦，那不晓得小朋友有没有看过呢？好，那我们就利用这个网络电子书来做复习，来，在这里 Dinosis 课本，好，我们点进去，好，这个都是那个翰林书商他们免费提供做的，刚好可以可以帮我们这段防疫期间来，那进来之后就是好课本的样子，对不对？然后它就是就像是课本可以让你翻翻书的效果。那你说老师啊，现在呢我要一张一张这样翻嘛？你看这个 next 就是一张一张这样翻，哎，你觉得这样很慢，对不对？好，那你也可以这样子，这边有一个thumbnailsThumbnails 就是它会这样子呈现，来我给你看，哇，你可以用这样子去滑动，好，这样去滑动去找，这是一种方式。那如果你觉得这样还是太慢，那你就打页嘛。好，那你说老师我不知道第几页啊，你就看，你看这个 contents， 好，这个是内容目录嘛。那你看我们 Unit 4是在53页，那你就打53。或是54，好像没有那么准确。好，那没关系，再打打看56嘞。哦，他可能没有做得很准确，没关系，但是已经差不多。你看51页了。好，那我们再翻。好，来在这里了。OK, Unit 4。好，然后呢，我们来复习一下。等一下你要做的小口试。好，有什么呢？单字，对不对？好，那他这边呢，你看他还可以让你播音哦，播音，那你觉得老师这个画面有点小欸？好，那我把它放大，这里有一个吗？ Zoom in 放大的，那这个是什么？ Sound on 就是它会发出声音，那你可以把它关掉，好，就发出没办法发出声音了，我们把好，这样才是打开 ，OK？ 好 ，Zoom in， 哦，那你放大之后呢，你还可以这样子往下移啊。我好像在教电脑课。好，就这样往下移，哇，看到吗 ？Sound on， 还是有一些 bug 哎。那我们再小一点好了。这个，哇，好，这样子我按不到那个声音嘞。好，那这个就是他们没有做好的部分，没关系，好，我们再跟书商讲。Move by position 也不是啊，先翻回来好了。好，先翻回来。好，来，我们来播放这个。应该是单字的部分，听听看。Page 58, language focus. A, listen, say, and number. Now. Oh, listen, say, and number. 所以就是那个我们就做过的嘛，给你就是要写这个 number 的。那我们来看这个，因为它都没有很讲说这个是什么的内容，没关系，试试看。因为我相信书商也是。完成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赶哦，因为我们防疫呢，就突然就说停课了哈。Now listen and chant.
Sorry，好，再一次。那我把它放大一下。哎，不行哎，一定要播了。好，小朋友，你会发现说它没有办法像电子书哦，这样一个一个哦，像点给你看，那你就要靠自己去点。好，总之它就是为了有小朋友呢，真的是突然停课来不及把课本带回家的哈、哦，就是先暂时用这种方式。All right，好，那刚刚把这些单字都复习过了，等一下小口试你要会念哦。那请你特别注意的话，就是这个复数的部分哈、哦、，glasses，gloves。然后你尾巴音要加 s，对不对？Socks，OK。好，那再来就是句型。Page 58. Language focus. B. Listen and say. Focus 1. Whose cap is this? It's my cap. Whose cap is that? It's my cap. OK，这是单数的东西的问法跟回答方式哈，有没有？Is this? Is that? 好，这是单数的东西，要回答 it's，all right？好，那这个谁的哈，要记住哦。好，再来复数的东西怎么说呢？Page 59, language focus. B. Listen and say. Focus 2. Whose glasses are these? They're Tom's glasses. Whose glasses are those? They're Tom's glasses. 好，问复数的东西是谁的哈？Are these 这些？Are those 那些哈？那回答 they are 的缩写 there。Right，好，这是句子的部分。好，那我们还有 phonics。好，在这边哈，你看他做的也还不错。好，来复习一下。Page 62. Phonics time. A. Listen and chant. U. You. Cute. Cute. Tube. Tube. You. You. Do. Do. New. New. You. You. Fuel. Fuel. Tuesday. Tuesday. How 那这些单字除了会念之外呢？哈，小朋友还记得意思吗？What is dew？露水。哈，虽然等一下小口试没有问你意思，但是呢，我们期末考会问你哈。那 fuel，What is fuel？好，加油动词或者是名词汽油。好，那 chant 也可以来复习一下哦。chant 这个吗？Page 63, phonics time. Listen and chant. Ah, that's right. Oh, it's Tuesday. Look at the tube. It's big and new. It's so cute and just for you. Oh, it's Tuesday. Look at the tube. It's big and new. It's so cute and just for you. How? 那老师介绍的这个电子书就到这边。好，那看他们其他功能没有讲到呢。好，这个 auto flip 就是它会自动翻页哈。那这个是哦，full screen，它就是会整个画面都出来。我们看看啊，
哇，这么大！哎呀，老师刚忘，应该要按这个，我忘了按这个，这样看起来是更舒服了哈，对不对？好，没关系，你自己在家里操作。All right.